地狱、去天道、去度众生。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妙法。第二种呢，所有的众生，众生进入观世音菩萨的心，安尼啦。然后观世音菩萨改变作观世音菩萨，将众生变作观世音菩萨，师父师父南无，本来是狗啊，本来是鬼，南无出去就变观世音菩萨，了解吗？啊，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切众生念我阿弥陀佛，出去拢变佛，去极乐世界。你只要来，出去就变佛。那各位透过念咒也可以啦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哎，显现地藏王菩萨；这个时阵，显现文殊菩萨。但是呢，就在菩萨各位化身着不一样的形象帮助。干哪，头前六性，念一下：嗡嘛呢叭咪吽。那这来这下来是天道、人道，那嗡嘛呢叭咪吽。因为六道众生拢有法度成佛，六道众生甲佛的本体拢同一体性，所以佛有法度转化一切，将众生的傲慢、嗔恨、贪欲，乃至贪嗔痴的恶业，都转化为同一体性。所以各位，爱给众生机会，更加爱有自己的机会。这个十恶不赦、豺狼谤会、吸引欢，也本体嘛是成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没有问题。地藏菩萨但你安尼啦，他就转化。所以咱去讲做念，咱去帮助任何的人，那你都可以转化他。当一个人找到这个快乐的时候啊，他不需要再去追求世间的名利。我要来买厝，我要来赚大钱。我要来安怎安怎，不需要了。所以各位，一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，一个二十岁的少年呢，伊若了解佛法，用你心，请问伊去谈恋爱没？他不需要，但是别人爱他，他有时候会接受。为什么？度你因缘嘛，多利嘛。但是他心里没有无染着心啊，他没有染着心。他也不会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无见取心。那像各位今天读了这十样，我该说一定不完完，但是你可以一直去用这十种心去对。那这个时候面对这个事情，我要用什么心？那你串习久了，你就好用哎，你就好用哎。刚刚一个人有法度，一个人拍四五种法器，一个人过一个面打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哇，就厉害，因为他熟了。那这个修行，但是你大悲咒会这样想，这样去念啊，你用这个来念什么都一样，你用这个来读任何一本佛经，做任何一个法门，各位安尼讲啊，这个不是所谓南传佛教、大乘佛教、藏传佛教，它已经超越了这个。啊，超越了这个，因为重点是心态，这个要紧了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用那句话，都啊最单纯的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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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吸呼吸，啊，来去自如，不离空性。你的空性，佛陀的空性，进入众生的本体也是空性。那这就成为你的生活。那。我想跟各位说，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世人都不爱看佛册，都不爱去佛寺拜拜，但是你保持这样的修行，会不会成佛？这就是佛，佛法没有高跟多或少。释迦牟尼佛讲法不是说你要听我四十九年才会成佛，没有。因缘成熟了，点一下，发起菩提心，走吧，这样就好。但是时时刻刻，就像出家人结下出去把号游行，我跟一年回来三个月，大家再精进，让对方证阿罗汉，而不是每天都在参加法会。所以我给你最后要告诉各位同要件呢，要表达今天大家参加观音菩萨出家大悲法会，参加完明仔载大家拢出家去做代志，好唔好啊？去社会、去公司、去家业、去治病，拢无要紧。你明仔拄啊要结婚，我知影我现在要结婚啦。结了阮翁，度因全家，度完我就来出家。
你不要浪费啊，因为我开始要去慈悲了，所以我参加一个大悲法会，我要改变我近未来尽生命，我读一遍地藏经，那我变成地藏王菩萨了，我读阿弥陀经，那我要让所有众生都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了，那你去实践。当然在实践的过程，待人接物，面对众生，实践的过程碰到问题，请跟神提醒，看佛经啊，去了解。但是我甲各位百分之百不够。咱即卖咧讲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有伫头壳顶甲咱加持无？你持条条啊呢？啊，今日无加持着。所以两姐妹来，印光大师加持，哇，印光大师就来啊！因为再来真华长老加持，哇，中路就来啊！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有信心。当然，如果你信心不够啊，我也会叫一种一看，跟你讲有来啊，无来啊。我都做过很多实验，我这个人是用实验在修行。比如说，这人一看哈，真正一看，我就歪讲话，我就做只念。然后我就讲，哎，你看到什么？哎，你搞，原来我心念你个看得到，各位这经历哦，你就知讲真会看也袂看。啊！伊甲你讲，我看到观世音菩萨，我念较久地藏菩萨，你看观世音菩萨，啊！而且这些看唔到，这些目镜有问题，你的心阁歪去，还袂清诶，阁调一下，阁调一下，调化看到。那我这样实验，我是甲你讲，也会让这个一看人，念头决定一切啊！念头决定一切，你敢看嘛？要有一正念。我们普通时间拢爱保持净念，所以一念佛，佛就到齐；一念大悲咒，所有慈悲的菩萨就到齐。那里面欢乐啊，心是无量的。讲师父啊，有一千个人破病呢，我无得医呢，这道几万的鬼呢，皮皮错，不离方寸，唯心造。一念悲心，百千万亿的痛苦，百千万亿的魔障，一切超越。这不是佛教跟他几粒甘露丸，跟几千粒甘露丸，他的功德是一样的。不能用我们的人的分别概念的数字来看佛的力量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意思，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给他什么所在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个世间就变了。啊，你讲开的罪，那么哈那当啦，你也在念财神咒、药师咒，你吹着风，哇，透过风，那你辛苦变转经凡，你念大悲咒，所以跟他大悲咒讲诶，你来念三遍大悲咒，罪变大悲咒罪，声音变大悲声，像那碰到你的辛苦，跟他阿弥陀佛变好，你念二十一遍阿弥陀佛变好，还能对你的细胞、你的声音、你的影，像跟你握手，都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。所以希望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对明仔再开始，拢去做菩萨，好唔好？到一天嘛，挥发，哇！我这个大悲咒烟呐、啊。所以咱即马真要紧，你即马啉水啊，拢莫甲啉唔完。你一个大悲心的人，你这个嘴念过大悲咒的人，吸到的嘴暖，吸到的水，老几滴啊滴出去，安尼啦，因为有加持。你的头脏，冇法度离众生。因为你袂使讲啊，我是一个凡夫，因为你有大悲心，就甲每一个佛合为一体，安尼简单。所以你所应该物件拢有加持，你所行过所在拢有法度帮助众生。所以各位要用这种心去供水、去供灯，而不是它数量多还少。你每一次供个灯，默念观音菩萨，默念地藏菩萨，默念阿弥陀佛，百千万盏灯。把人拢无念，我来念啊！所有世间的气瓦，起码这些气瓦以后散出来的空气都是大悲咒的加持。学生在这边打球运动啊，这个树会氧气给他们，这个风，这个土地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加持过，而且是永恒的佛性，是永恒不间断的，超越一切的。所以你有这些信心嘛？你走到每个地方，你都会念，
你都会很认真。好，最好能够背一遍，我们就要回向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节目吗？来，最后念一下啊，麻烦这本等你来看完，好不？很简单。然后当然还有一本比较多的，比较多的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更了解了。来，观世音菩萨言，大慈悲心是平等心，是无为心，是无染着心，是空观心，是恭敬心，是悲下心，是无杂染心，是无见取心，是无上菩提心。是当知如是等心，即是陀罗尼相貌。啊，你读一遍以后，你稍坐一下，开始念。大悲咒是大慈悲，你开始背可能背三个，安尼啊，慢慢背四个，然后到下昼呢，暗时背六个啊，暗时要困，十个拢背起来，安尼。然后慢慢你要用，那修行还是要老实啦。所以，而不是要求多，不是求多，而是求深入。一粒球哈，你插一个针，拢会到个中啊落去。不要说我什么都要懂，却什么都不懂。安尼，回过头来，所有的万法都是为了念一下调伏内心。记得念出来，念在心肝内底哈，你袂使。是我念啊，这我惊，我唔听我的话，哎，你去烦了哦你。因为你用一个烦恼心在念，所以这个代志就拍出力放下，专心念阿弥陀佛，念五分经，然后心平静，佛力加持，来个恭维，我赶快了，佛力加持，不要用烦恼心啊，每天花一点时间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大慈悲心是平等心，是无畏心。乃至你回去，佮甲恁某讲一遍，佮甲恁囝讲一遍，你就背起来。妈妈，大家咧念大悲咒吼，啊，是甚物意思？当然，我要跟各位忏悔，我解释的不圆满。但是各位现在有网络啊，有很多善知识在解释大悲咒观音实心啊，那么还有学术理论根据写得非常完整。但是重点是你拿来用。啊，乃是念大悲咒的功德，乃是等等大悲咒的善巧方便，怎么样去修这个法？啊，这一本很简单，但是很实用。搁讲一遍，这本哪弄个做完会幸福呗？法法皆可成佛啊！我想也不需要随缘吧，跟我们有缘，我们就认真，特别大悲咒。跟我们都很有缘，大家都会念，都会背，那最好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，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苏伟如。武汉肺炎非常时期，降低集会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，有助防疫。避免参加人数多、近距离、长时间的大型活动，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。如果参加活动，提醒您：一、尽量与他人保持1公尺距离；二、随时保持手部卫生；三、选择以空气流通的场地为主。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，因应活动办理，
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，例如场地设施消毒、掌握人员健康